啊，我这两边画的不一样，右边画一条龙，这是前时代的一种龙的简单的一种构图。我脑子有这个印象，我重新把它变形，把它写在上面，就是龙肚子里边有一个龙，龙身上还有一个龙。你说这是他的儿子也可以，说这是他的妻子也可以，是吧？反正这个粉红龙的本身上边还一条龙，但是还不够味道。我后边这一面给画了一条缝，啊，画了一条缝，看不出来是抽象的，一条缝。主要是因为龙这个装铺这个作品是拐弯的，正好这个缝啊，正好一大圈，把缝的一半给它画出来以后，然后颜色涂一涂以后，看不出像缝来，但是仔细找出来，有它的比例严重一个凤凰，是不是？这题目叫龙凤呈祥，所以我这边用的粉红色以及用的颜色等等等等啊，我是喜欢缤纷的。如果用色我都会用，是缤缤纷纷的颜色，就是说让它活泼、年轻、漂亮，啊，缤纷，样子这个样的，就是，那就这样下了笔了，啊，打的底就是粉红色，然后颜色就是，啊，这里边怎么了？红的、绿的、黄的，还有金的，啊，红的、绿的、黄的、金的，还有黑的，等等。这条龙的话，当初就是决定了就这样画法，一条龙，对吧？因为把这个龙的已经，啊，一种好像木刻画、图案画的一条龙，而这条龙是前朝的，前朝有人这样做法，类似这样，没有困难，画这个东西没有困难，还这个还身上还有点具象的人，这一个大尾巴，哦，这个大尾巴，呜，一个大尾巴出来 ，OK。